那其实有像这种东西哦，前七名，比如说它的逻辑其实跟刚刚格式化很像，有没有？一定要跑一个回圈，一定要判断那个什么排名。但是排名我们刚刚是去上颜色，可是呢，那个前七名是把它搬到 F 栏，两者之间的差别在这里。所以其实你可以这样哈，你可以把刚刚的那个格式化的部分把它程式复制。其实有的时候啦，有些部分蛮相似的哈。那你干脆直接把它贴上，用改的不就好了？那怎么改啊？第一个，颜色的部分不一样，也就是说，如也是像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如果一栏里面呢找到小于等于7的话，那就把 a 栏的东西怎么样搬到哪里呢？搬到那个 f 栏的这个储存格，好、哦、啊，一直往下。可是你搬一个之后呢？你可能第一次要搬到第二列，第二次要往下嘛，所以你搬过来一个，那你下一个变成要把第二列变第三列，再搬一个第三列变第四列，所以哈、哦，你需要修改一些地方，哪些地方来看一下？第一个哈、哦，把刚刚前格式化这个部分拿掉，那其实这一行拿掉就可以了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要把 A 栏的东西搬到 F 栏，所以呢，记得哈、哦，程式一定是。把什么呢？把后面的东西，把后面的东西怎么样？把它搬到前面。所以我把这一行哦，这个把它复制一下，好，然后这边把它贴上，等于哦，那这边把它改成什么？后面的 A 栏的东西，把它丢到 F 栏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位置哦，你不能是 i。那假设了哈，那应该放多少呢？应该是2嘛。可是问题哦，你搬第一次可以。可是你搬第二次还是二，那不就盖过去了？所以这个数字哈、哦、就不能是固定的，二是固定的，所以哈、哦、这边就需要一个什么会变的叫变数，所以你就这个地方会变，就需要一个变数。那变数名称我取一个叫 k 好了，那这个 k 的名称是自己取的，你叫其他的名称都可以，你叫 a 叫 b 也可以哈、哦。那这个 k 会变动，所以呢你需要什么在上面先给它一个初始值 k 等于。二，为什么要 k 等于二呢？因为你第一次放一定是放在第二列，那这个需要一个什么第几列嘛？所以我第一次是 k 等于二，那它基本上哈、哦，它就会放在第二列了。那如果说我放了一个，比如说我找到咯，那我就把它放在 F2 里面，那可是下一个怎么办？哎，特别注意哦，你必须呢，如果它已经放一个了，那你势必要把 k 怎么样，把它加一，所以 k。加一哦，特别是哦，你的叙述一定是 k 等于 k 加一。那我讲过了，后面会先运算，运算完之后会丢到前面，所以它本来是2嘛，2加一之后3存在前面的 k 有没有啊？k 就等于多少？等于3啊。OK，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啊，因为很多同学啊都已经习惯以前那种。就是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啦，前面运算完丢到后面啊，在 VBA 里面刚好颠倒，是后面运算完丢到前面，哦，所以这个概念要有哦，好，应该可以理解啦，啊，程式就写完喽，哎，程式写完了哦，应该没有很复杂吧，哦，没有，还没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哦，哦，其实我只是拿刚刚的那个来改而已，那只是说我怎么知道是不是 OK 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什么？假如你写完之后你不确定的话，你可以按什么？按 F8，逐行来跑，有没有啊？D，哎，特别重要二嘛哈，所以它这个是不是小于等于7？不是，所以跳过去，换下一个，下一个是不是33？是不是？其实你游标放上去也可以了哈，有没有33？不是，那不是啊，一直不是啊。不过你可能要一直按到手很酸，怎么办呢？教各位一个方法，你干脆这旁边设个中断点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中点意思说，当它是的话，它就会呢跑到里面，那你可以全部执行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当 i 等于多少？i 等于7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哈，不，那个 i 等于多少？i 等于13的时候，13列的地方有没有？哎，找到了。他说，哎，这个地方找到，那中断点会让程式停下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现在那个 sales 的 i 列的找到是找到这个，那 A 栏的东西呢是在这一个 A 栏，
找到是12，所以把12搬到这个里面来，那 k 等于2嘛，所以搬到这边来。OK，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吧？就把这个搬到这边来哦。OK， 所以这一行的意思是这样哦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按 F8， 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12就丢过来了？好，那 k 目前等于多少？k2 嘛，所以我把它加了一之后，再把它存起来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k 等于3的。啊，这个 k 等于 k 加一，就是一累加了，反正就换下一个、下一个、下一个的意思啊。所以一样哦，把它全部执行，换下一个。哎，到什么 i 等于第22列的时候，那它找到了它的那个一栏的值是2，然后里面 a 栏的值是21，所以把它搬过来，搬到下一个，所以下一个搬过来了。好，那 k 再加一，所以呢 k 等于什么4？那以此类推啦，所以底下都一样，我就全部把它全部执行。哎，你会发现全部列出来了，OK，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了哈。啊，但是有一些细节哈，假如你实在是不清楚的话，那我当然也担心各位有些看不太懂啊，所以我会在这个前七名的总共上面哈，本来是没有加注解啦，有没有写完之后没有注解？那我有在每一行到底什么意思的上面哈，加了一些注解。那这些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的，所以哈。至于要怎么写啦，我只是写个大概。如果你哪一行程式不懂的话，哈，反正你就是，写一下啊，写一下。这个应该是 k 才对，好像这边打成 j，反正 k 跟 j 只要是一个变数名称就可以了。OK，好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哈，就是把前七名的资料比对完之后，自动帮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储存格。好，OK，所以这边其实也是什么回圈逻辑判断，然后再加一个多一个是累加哦，所以以后哈，如果你要累加的话，就是后面加了一之后再丢到前面去哦，OK，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还蛮常用到的范本，因为未来很多地方哈都会有类似的需求哦，可能就是你要把什么东西从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啊，除了比对之后。自动把结果丢到那个储存格里，另外一个位置的储存格，哈，转移哦，转移过去的话，那其实用法都差不多，哦，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啦。其实很多地方哦，我是建议你们刚开始程式哈，也可以从模仿开始了哈，可以模仿那个一些，那特别注意有些细节可能哈，如果。实在是有问题了，还是要真的动手做过哦，然后试着看看，也不要特别用背的哈，可以用理解，尽量去理解哈。我刚刚只是用修改的方式产生前七名的部分哦，所以请各位试做看看哦。